聊这喜剧系列。想呀想不到啊，想呀想不到啊，想不到啊，想不到，聊斋惹人笑。横看竖看，土瓦故宫里呀，悲喜知多少，悲喜知多少。只盼你家笑啊，只盼百家笑。你笑少烦恼啊，少呀少烦恼。你笑百家笑，千家万家笑，一笑少烦恼，少呀少烦恼。笑呀笑是祸呀，祸呀祸是笑啊，笑祸能把五狗烧，能把五狗烧。贪不说鬼，摸呀摸当真啊，开怀尽情笑，开怀尽情笑。只盼一家笑啊，只盼百家笑。一笑少烦恼啊，少呀少烦恼。一笑百家笑，千家万家笑。一笑少烦恼，少呀少烦恼，一笑少呀少呀少烦恼。哎呀，不能看，看吗？让我看，让我看，不能看，不能看，让我看，眼不看心不烦，让我看嘛，眼不看嘴不馋，让我看，不能看，让我看看，不要看，让我看，哎呀，不看，让我看看，好歹求求你了，让我看看吧，我看，哎呀，不能。老种，连光身子的女人都不敢看。让我看，让我看一眼。命要紧，不能看，连我都不敢看，一看就会散了我的九天真气，斗不过他了。道爷，何必苦自己？你明明想看。哎呀，我送给你。哦。哎呀，好险呐、啊，好厉害！这下他中了我的玄门真传天宇血剑。好了，他的功力和本事至少可以打个对折了。哼，走了。哎呦！
啊，逃了逃了逃了，这下他逃远了，再也不敢来了啊。哎，走走走走走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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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法力高强，能够撒豆为兵，剪草为马。这白莲教的花样。大人，白莲教邪鬼歪道啊！大人，专门妖言惑众，反对我大清皇上。哦，请息怒，大人。大人啊，请。大人，请用。你还造反有理了？好水好水，就是茶叶少了点啊。刚开张，茶叶是少了点啊。好好。大人，慢走。慢走。好。老大。以后的香火钱，你我五五分成啊！不然，你就是白莲教，反我大秦皇上。这。也敢要，玩虽不大，贪心不小。先生，你要可特色？店家来碗面。好。这是一个姜来粉。啊。哎呦！哎呀，婉儿，多亏了我，腰带上了，改天我再送你副翡翠的啊！进来吃碗面条。好好好。来碗面，店长。好，来了啊！我要素的啊。婉儿，二两花生米。
饿了。哎呦，来了来了。哎呀，来来来，婉儿，婉儿，婉儿，只要你答应我，我帮你们家起楼盖房，让你做个像模像样的老板娘。真的？真的。你不骗我？不骗我。我可以对天发誓。讲啊。我姓王的，若是说话不算数，叫我。你讲啊。叫我活生生的连皮带骨头让妖怪吃了，还叫我死无葬身之地。哎呀，起来。不要脸，你去！你这个死丫头，给我进屋去！哎，别这样，别这样，你看这样都不好。我今天君子动口不动手，打死你！别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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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打！我赶紧往跑！赶紧往跑！我打死你！别打，别打！别怕，老爷，别怕，少爷，你看妖怪变成男的了，快坐摇啊！太上老君，急急如令，待。是马术啊！大爷，爹，爹，爹，你这个死丫头，你怎么敢跑出来呀？你给我回去！女的，道爷，真的妖怪来了！你这个死丫头，你怎么敢跑出来呀？刚才不是你叫我去买猪蹄熬汤的吗？姓王的，你是不是跟他？是是是。呸，四四四，还五五六呢。哎呀，别乱别乱，你们都不是妖精，是大活人。哎，哪有妖精不怕我玄天正法的呢？啊？你刚才说你把女儿关在屋里啦？是啊是啊，是关在屋里了。哎呀，走去看看去。好好，来看看。没有啊，我女儿呢？她是关在……哎呀，这你刚才关的不是你女儿，是妖精，她早已跑了。妖精啊！走吧，走吧，啊，回去吧，回去。哎呀，回去，爹，怎么办呢？妖精的功力已经减了五成，有了这些符，他是进不来的。你千万记住，在我降服妖精之前，千万别出去。这妖精，城里这么多人他不吃，为什么硬要吃我呢？啊，你是好人嘛，好人才好吃啊。你为人忠厚，对什么都相信，就算好色，那也是两厢情愿，不仗势欺人呢。这叫大节不亏，小节不拘啊。所以你肉好啊，要是把你连皮带骨头吞下去，都能赶上唐僧的半只耳朵。当心当心，千万别出门。
这次妖怪不敢进来了。老爷，别怕。我们就坐这儿。是酸的，送给我，我都不吃。上报大人，外面有一女子求见。去，你没看我正吸洋烟呢吗？他来了。滚！谁准你进来的？滚！小姐，这是请坐，请坐。来来来，小姐，请坐，请坐。快，还不给小姐献茶去？快点，快点。是老爷啊。哎，这边坐。滚！小姐，这是。小姐，请用茶。明白明白。四个一起抓，除了王生不打不杀之外，其余三个死罪难逃啊。这是一半，事成之后还有一份。哎呀，还有一份。哎呦，我的妈呀，谢谢妈，谢谢小姐。开门，开门，快点开门，开门，过来，开门呢，我们大人来了。哎呀，开门开门，小姐来了。小姐，快把门上那些鬼话我通通撕掉。是。哎呀，放下，快点。快点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呦，疼死我了！没用，这些都是白莲教的花样，是他家造反的证据，通通撕干净。是，把他们都通通都给我撕下来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不能撕，不能撕，不能撕，求求你们，你们不能撕，你们不能撕，求求你们不能撕，不能撕掉。哎呦，千万不能撕啊，大人！大人，小生有礼了。青天白日，无缘无故，大人闯入民居。民居？你还算是我大清的顺民吗？啊！你他妈一家都是白莲教！大人，这不能开玩笑啊！
这是造反灭门之罪，怎可无凭无据啊？住嘴！证据确凿，你还敢多嘴？哎呦！快走！哎呀，大人，大人，我是无辜啊！大人，你看我。小姐是首告，你们。他是妖怪。嗯。死妖怪，我不怕你啊！哎呀。妖怪，臭八怪！大胆，你装神弄鬼！好啊！哎呦，我疼啊！哎呦，疼死我了！貌相，小姐如此柔弱，这手劲倒是大得很呐，大得很呐，啊！出来！把东西都倒出来！抄家灭族，这东西都是大清皇上的。把他们带走。走，快走。说话。说。你拿出来吧你。滚呢你。叫余孽反我大清，妖言惑众，罪恶滔天。大人，出家人与世无争，奉公守法，何罪之有啊？哼，妖道，你还认得小姐吗？今天我要让你好看。哼。快说。女妖姐。胆敢在此撒泼，关帝爷！绑起来！大人当心，你身后是女妖啊！呸！你才是妖精，百炼教的妖孽！打！给我狠狠的打！打！妖道，今天我要让你尝尝味道！道爷，你快用法术啊！道爷，你的法术比妖怪的本事大。当然，他的妖法斗不过我的道法，可
法斗不过他的王法呀、啊！别打了！别打了！好，打得好！打！打！打！青天大老爷真是冤枉啊！冤枉！在我手上就没有冤枉过的。打！给我一起打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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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打他，打死了不好吃。哎，这不好吃，吃什么？打老豆，打死他。打。道爷，你那么大的道法不用，害得大家受苦，何必呢？哎呀，你不懂，妖精再凶他斗不过我，点使不同，他行的是王法，王法是大清皇上之法，皇上是天子，天子者天之子也，我跟他斗岂非逆天行事吗？哎，典史害我们，冤枉我们，还不是得了妖怪的好处，收了他的贿赂，这怎么能说是王法，明明是司法嘛。嗯，对，对，是司法。你和司法斗，正是替天行道，不是什么逆天行事啊。啊，对对对，我修炼多年，道法通玄，竟然比不上你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。哎呀，替天行道。别急，明天一早我就把他们三个开刀问斩。那王生呢？放他回家。好，
那就这么定了。哎呦！哎呦！哎呀！我的！少爷，这里边太黑了。量有什么用啊？缺吃少喝的，这屁股底下湿唧唧的。啊，好办好办，少爷先闭上眼睛。哦，啊，我叫你开，你才能开。太上老君，急急如令，开。哇，道爷真是法术通天呐。这些都是真的啊，来啊。可我妻子和丫鬟受苦了。哎呦，哎呦，放心放心。马上升堂。是老爷。天上地下，唯我独尊。
去吧，我不行，别怕，你也去弄个官当一下啊，去吧。不行不行，我去去吧。好，别怕别怕，没事啊，去吧。好好好。把犯人把原告和被告都带上来，快呀。站走走走走走，老爷危险，老爷他占了我家五尺三分宅基地呀、啊！冤枉，地是我家祖传的呀！老爷，老爷，我送过你三两银子的礼呀、啊，当然是我有礼啦。你给我送礼就有礼呀、啊？来呀、啊，给我打出去！站！哎，走走走，老爷，你倒说话不说话？你收了我的礼呀、啊？走走走，不能不讲信用。老爷，你收了我的礼，打！好，兄弟，不能不讲信用啊！出去。老爷，这些原告都是给我们送过礼的，送礼的没礼，这事情恐怕不好办呐。是啊是啊是啊，收办了，都送过礼的。你们都收了礼，都收了钱了。打官司哪有不花钱的呀、啊？对啊，有钱就有礼。这没钱就没礼。对对对，这还叫什么公堂？这种当官，老子不干了。哎呀，老爷，我的好人，苦了你了。可惜可惜，受了。哎呀，你受多了。我怎么到这儿来了？好人，是我把你弄到这儿来的。啊，为什么，小姐？白鹅，我喜欢你。喜欢我？小姐看上我了？要干什么？你还不明白？别装蒜了。小姐是要跟下官那个什么那个这个的，男女之间除了那个还有哪个？所以你才把我弄到这儿来，以免闲言碎语的。明白就好，还拖延什么？这儿不太好，乱糟糟的，顶好跟下官去，咱们换个地方。不行，我都等不及了。哎呦，看小姐花容月貌，玉骨冰肌的，下官爷实在等不了了，还不快脱衣服？啊，我立马推上床。用不着上床了，我都饿极了。好好，不上床也行，我一定喂饱你。哎，别怕，过来。
看，你想吃的好人在这儿呢。你刚才生吞活剥吃下去的是贪官点屎，这种人的肉是有毒的，连狗都不吃，所以你肚子绞痛，腰乏已尽。孽障，你的末日已到。